播逐個嘛。好，首先請一號 Emily 曲賓治。喂，啦啦隊去邊啊？Fold them like they do in Texas, please. Fold them, let them hit me, raise it, baby, stay with me. I love it. 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好，这个时候麻烦你抽一个顺丰先啊。我是一号，你抽第一张吧。随便啦，没事。你听不懂广东话吧，对吧？我听不懂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我会有的。我哋试下同佢讲广东话，佢听唔听到？哎，不能欺负我啊。嗱，佢知我讲乜噶，仲话听不懂，即管试下啦吓。爷爷，有英文啊，不如你讲英文，我讲中文。冇冇冇，讲普通话。可以。广东话不行啊。不行啊。啊，来来来来。整啲啊，我的国语蛮好的。假如你住那条串发生瘟疫。唔係，我翻譯佢啲國語啊！假如你所住嗰條村發生瘟疫，係啦，所有的村民要緊急撤離，即係緊急疏散啊！啲村民要係啊！第一架救援的飛機已經載滿了災民，準備飛走啦！即係準備走噶啦，全部啲飛機都。現在還有兩個位置，仲有兩個位。你和你的家人啊，还没有上飞机，现在你可以带一个人先走，你会带哪一个呢？你听得明吗？听得懂啊，只能带一个哈。对，那我想我应该会带家人吧。就一个人呢、啊？一个人，家人是谁？爸爸啦，妈妈啦。那应该会带妈妈吧？带妈妈，妈妈你好。你妈妈在哪里呀、啊？妈妈就在那里。哎呀，他带你走啊？那爸爸呢？那是不是爸爸呀、啊？他不要你了，爸爸好不好？他不要你，你还怕手啊？没关系，爸爸坐第二架飞机就行了吗？啊？第一架飞机我要带妈妈走。谁说有第二架飞机啊？可能是没有的了。没有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我爸可以游走吧？我爸游泳不错呀。哦，你游水很快啊。好。即系带阿妈走，就唔赖低阿妈，咁都 OK 啊。好吗？就是带妈妈走。喂，其实点解你唔让埋位俾佢两个啫？为什么你不给位置他们？对呀、啊，他们先走，由他们留下，那可以吧？也好吧，也好吧，但是不是太愿意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唔该晒一号啊 Emily 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二号 Susie 武海欣。Susie 今年17岁，身高5尺6寸，体重115磅。佢出生嘅地方系北京啊，咁啊职业咧系学生。至于咧，中意想做教师啦、演员啦咁样噶。Hello， Susie 你好。麻烦你抽个信封。Susie 你听得明广东话吧？哦，听得明嘅，好啦，唔系豆提你咁问，真系豆到12点都未完啦个 show。你怪我啊，而家你讲快少少，有少少怪啊，唔系好怪。男女拍拖互相包容咧，系非常之重要嘅。当你遇到一个咧你好中意嘅男人，你可以容忍佢以下边一个缺点呢 ？A 打女人 ，B 玩女人 ，C 呃女人。D 扮女人点咧？我想我会选 C。C 是什么啊，师傅？骗女人。女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善意的谎言的话，我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是刻意去骗你，为了要跟别的女生在一起，我就不可以接受。因为如果有善意的谎言的话，那证明他心里有你。但是他是骗你哦。他是骗你啊，他骗你的钱啊，他骗你的感情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不值得我去爱。可是你真的很爱他，这该怎么办？如果真的很爱他的话，那他应该会做，他应该也会爱我。如果他要很爱我的话，但是他爱你就是骗你咯。嘿嘿，不能这样说啊！你看黄汉生多爱他的老婆，他经常在骗他的，我知道的。系啊，佢就系接受唔到我扮女人嘅，其他三个都得。好啊，真系嘛？啊，呃女人佢最顶唔顺。OK， 好， okay, 谢谢。最接受到我意思系。啊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 Susie， 多谢。好奇怪啊！啊，真系可以接受佢呃佢。